锻炼两场大神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又睡到下午才起来。最近这个酒喝的我真的，这个肉吃的已经胖的也不成人样了。很多球友会跟我留言说，两个脸都胖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想啊，对吧？大家知道运动员退役之后，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再一次的这个身体。就是因为一直都是高运动量训练，然后停下来就会胖得很快。我现在在这边我要好好的给大家立下一个 flag， 我要在两个月以内我要练出自己的八块腹肌，重回腹肌。那这个节目就叫做杨晨大神腹肌复活计划，开始吧。大家不要被我的肥肉吓着，也不要被我的彪悍的黄发给吓着，我刷了牙洗个脸搞一个帅的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干肥肉。还可以啊，搞得差不多了，要出发了，干肥肉，干。会不会开车？我操，这是不是以为他开的是法拉利120是吗？隧道变道，没告诉他隧道不能变道吗？我操，要到四万路线了，武昌火车站这个地方不堵个半个小时，真的不想出去。我们要到派人所说的死亡小东门了，准备好瓜子花生饮料，准备好堵车了。